私密处专门的保养品是下一种新的趋势。那要怎么样的去保养？其实我发现吃的最快。对，终于给我找到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私密处专门的营养品，我有些朋友他长期吃，他跟我说他有淡淡的玫瑰味，真的假的？女生不是有一阵子很爱就是运动嘛，然后穿那种运动紧的那种裤子，然后流汗，然后又闷在里面这样。然后它就整个就霉菌感染，嗯，就是你一定要先连续吃7天，因为它是改善你的这个体质。说分泌物真的超多了，会痒要命的，味道很重了，甚至有些人都觉得开始腹部有点闷闷痛痛啊，去看。如果你不让自己从内而外的防御力做好起来的话，你常常吃药反而破坏你自己的微环境，从内而外的防御才是最重要。这有感觉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就是双效的防护，比如说圣洁酶啊、蔓越莓、月见草油都是对女生很好的，而且再加上它里面就是还有玻尿。可以帮助你紧实，有弹性，然后最棒的是它里面还有玫瑰精华。觉得它除了香气之外，它刚才讲的，比如说第一个蔓越莓，大家已经很清楚了，因为很多女生知道我私密处保养蔓越莓就是要有，因为他们当时知道说，哎，蔓越莓呢，它可以帮助大家什么？就是你知道女生的尿道、阴道跟肛门这一系列之间，有时候菌会往前跑嘛，所以比如说大肠杆菌如果往前跑，不小心粘在你的上皮上面，你可能就会泌尿道感染嘛，所以他就发现，哎，蔓越莓以前大家就知道，哎，它可以阻止这些大肠杆菌攀附在你的上皮细胞上，就减少你发炎的机会嘛。因为其实市面上的产品啊，可能一些都是粉状啊，或是定剂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他们家呢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做点像这样子的软胶囊，而且呢，它在吞的时候呢，就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很困难，还有这个序号跟防伪标签，就怕大家买到假的。